点不行啊，魔术。
噔噔。这都没打出去吗？啥意思？是很懂，可能放弃了吧。
要找地窖。磁铁，那是个锤子磁铁，这个佣兵怎么长了个磁铁一样？有点真实啊。他肯定刚才求 PDE 了，不敢走，不然就炸电机。哎呀，这个运气！鸟呢？鸟呢？又不给。吃到仙子卖掉了好像。
真。哎呦嘞，背锅了，这都没蹭到他。
算了，别挣扎了，下一局了。